间给大家表演一个预言魔术，用到的是这种，大家可以检查一下是扑克牌，上面一种咱们不经常接触的一些图案，对吧？啊，扑克牌都是没问题的，每一张背面都是一样，正面都是不一样的图案。好，我们先把牌简单的洗一下。好，洗完之后，咱们邀请一位观众，随便从这个中间抽一张，任意一张。好，抽走之后，咱们来说一下，上面会有一种图案，对吧？图案上面的图案，当然我是不知道的。也会有颜色，这边有五个彩色笔，然后你把那个图案画在这张纸上，然后自己把那张纸画起来，好吧？画完之后，把你刚刚抽的那张牌放入牌堆里，然后洗乱，然后把你画的那张那个便利贴，我把它放到口袋里。好吧，好，之后这样，刚刚你抽过的牌也在这个牌堆里，对吧？洗过坐在这个牌堆里。好，咱们再看一下。里边有十张扑克牌，对吧？我现在拿出我感觉哪一张，是它吗？就感觉有点手感不对。好，再来随便摸一张。好，这时间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打开这个第一张牌，这张是吗？啊，我感觉这张有点像，牌下响起它又不是它，然后翻了第一张牌下响起，变成是这个。过程不重要，主要是所有十张牌里面，我就感觉这张摸起来手感不错。好，你把你那张刚刚画的图案拿出来，咱们把其他扑克牌先打开，然后我这边有一个感觉手感特别像你刚刚摸过那个扑克牌，然后这张是你刚刚画过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